好，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星期四嘅 eBall Lab 嘅节目啊，我系 GM。咁啊，继续戴紧口罩，流感都系肆虐啊。咁啊，其实我都好翻七七八八噶啦，不过因为我就唔系芝士嘅同好，我头先除咗个口罩之后咧，我闻到阵味真系想呕啊，讲真的，系啦，所以咧我就继续戴翻住个口罩做个节目就更好，系啦，好少少嘅。咁啊。同大家講下今日會做啲咩啦，咁啊今日都阿旭好似陣間係會上嚟即係 GM show 嘅，係啦，因為我有個位好似 kick 中咗佢，本身佢好似唔嚟啦，係啦，咁啊陣間好似有啲嘢都 kick 得中佢嘅，咁啊係啦，咁啊 eBall 時間應該未到啦，因為曼聯輸波啊嘛，係啦，咁啊同埋係啦，咁啊今集最主要同大家都係回顧翻少少歐聯賽事啦。另外嘅就少有地會同大家講下今晚嘅足協杯啦，即歐霸杯啊，唔好意思啊，歐霸杯啦，因為今年嘅歐霸嘅戲碼，如果我咁講嘅話，實際上啊，同歐聯嘅戲碼都唔係爭太遠嘅啦，因為英超兩支、西甲三支同埋德甲三支啊，唔係英超三支、西甲三支同埋德甲兩支咧，就湊咗四場比賽出嚟嘅，咁啊係得阿西維爾咁好彩咧。就對啊，都唔好彩定唔好彩，巴素利都唔係易啃嘅。咁啊，總之有四場賽事咧，都係嚟自英格蘭啦、西班牙啦，同埋德國嘅勁旅咧，都係互相做個爭奪嘅。咁啊，去到最後就再同大家啊，唔係啊，應該係啦，最主要分析呢四場啦，係啦，特別嘅就可能會講一講雙紅會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想講下噶啦，係咪？咁啊，先嚟我哋第一張相先啦，好嘛？呢張啊，係冇錯，就梗係呢張啦，係啦。咁啊，逐場波講下啦。咁啊，今個禮拜嚟計，我啊睇咗兩場直播嘅。咁啊，一場當然就係皇馬對羅馬啦，另外一場嘅琴晚嘅車路士對住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嘅。咁啊，兩場波我都冇失望嘅，係啦，都係兩場波都好睇，尤其是琴晚嗰場係尤其好睇嘅。咁但係我哋都係輪住先講咗呢場先啦。咁啊，皇馬對住羅馬啦。咁啊，呢個系列賽嚟計咧，主場翻到嚟班牙貝球場咧，大部分嘅人都認為都冇乜懸念嘅啦。原因係因為本身啊，羅馬主場都已經吞咗皇馬兩蛋嘅啦，咁啊，更何況翻到嚟班牙貝球場咧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有睇呢場波嘅朋友，我唔知精華，因為我冇重温翻啲精華，我唔知佢哋剪成點啊。但係我哋可以睇得到一樣嘢，其實羅馬嗰個嘅反擊咧係非常之有效率嘅。除咗即係我話唯一可以講嘅就係佢哋真係爭最嬲尾一腳。如果唔係嘅話，即係縱然成場波嚟計咧，攻勢上啊、控球率上啊，都係皇馬會佔優嘅。即係皇馬嚟計，即係你唔好話朗唔朗射啦嚇，成場波射嘅門射足足射咗37球啊。咁啊，羅馬嗰邊得12球嘅啫。咁啊，平均嚟計都唔夠2分鐘都有一下噶啦。咁但係上半場我覺得幾個都好有機會入波嘅chance 咧，其實羅馬係絕對唔會比皇馬為之少嘅。包括嘅就你有見到嘅就係穆罕默德沙拉啦，呢位上之前喺車路士踢過嘅，係啦，上季喺費倫，今季嚟咗羅馬踢波嘅呢位咧，佢嘅側擊力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強嘅。咁啊，只可惜就無論係佢送俾迪斯高嘅波啊，定係自己走去射嘅波咧，個把握力都認真麻麻。都係揸埋尾嗰下。係啦，都真係認真麻麻。咁啊，迪斯高似乎就有少少英雄遲暮嘅感覺啦，因為我唔覺，我記得我睇過幾場迪斯高咧，究竟我有踢法問題定係咩？因為斯巴利提咧就比較中意用無鋒陣嘅，佢早輪用無鋒陣咧就連續即係聯賽連殺咗幾場。咁但係我見歐聯佢出迪斯高咧，硬係有少少格格不入，同埋迪斯高個腳風咧就真係冇咁順啊！咁呢個都係自己特別會留意得到嘅事啦。咁啊，羅馬贏咪都仲得係啊，我就認同啦，係啊。阿的神呢壇嘢我轉頭都會講一講嘅，就係講緊樂視嗰件事啊。咁啊，結果都係啦。咁啊，結果去到下半場你阿斯朗一入波之後啦。就完咗噶啦，場波就已經嗰球就完噶啦，唔使第二球嘅。係啦，因為你諗下，如果60分鐘前羅馬係入到一球先嘅話咧，都仲有得玩。其實個張力係好強勁嘅，咁但係到 C 朗入完第一粒啦，咁啊基本上呢場波都已經可以蓋棺嘅啦。咁而羅馬嗰度勢亦都一嘢就鋸咗落嚟噶啦。
已經殺死了場球了，沒錯了，五分鐘都不夠，詹士諾迪古斯就入了他今季歐聯的第一球了，斯朗亦都入到他今季歐聯的第13球了，仍然都是射手幫到遙遙領先的，這個大家我想都不會奇怪了。去到幾時你發覺羅馬放棄了場球呢？羅馬呢就先後在74分鐘和86分鐘呢就換入了兩位老將，一位呢就是我們現在鏡頭面對見到的托迪，另外一位呢就是米剛了，咁啊，米剛就即係當年曾經被譽為世界第一右閘嗰位啦，係咪？咁啊，托迪更加唔使講啦，托迪就93年開始就已經喺羅馬踢波噶啦嘛。咁啊，早兩集都有講過，就同主帥鬧不和啦。咁啊，74分鐘同86分鐘都換埋佢哋出嚟噶啦。咁啊，某程度上好可能咧，米剛唔知係啦，米剛下季仲喺咩羅馬都唔知，或者佢退唔退休都未知啦。但係呢場有可能會係托迪嘅最後一場嘅歐聯嘅賽事噶啦。咁啊，尤其係我覺得就淘汰賽嘅最後一場應該都係嘅啦，冇錯嘅啦，應該係啦，應該都唔會有錯嘅啦。咁啊，所以上啱啱阿托迪換咗出嚟嘅時間咧，成個巴拿貝球場咧嘅球迷咧，即係根據評述所講啊，都啊起立為佢鼓掌咁樣樣嘅。咁我唔係太信嘅，有少少，即係因為皇馬好中意靴自己啲球員嘅嘛都。系啦 ，C 朗都俾人去噶嘛，開汽水噶嘛，咁啊唔知啊，但如果真係，但起碼遠道而嚟喺意大利過嚟睇波嘅球迷就一定會啦，係啦，中立嘅球迷我相信都會為呢位即係為羅馬都奉獻咗成個青春嘅呢位嘅托迪會鼓掌噶啦，咁啊場面都幾令人感動嘅，甚至乎托迪臨尾都有一兩下射球嘅，都叫做喐腳啦，叫做係啦係啦，咁啊叫做就完成咗呢個賽事噶啦，咁啊。皇馬就連續六屆就打入咗歐聯八強噶啦，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咧，皇馬係 keep 住十六強都出局嘅，無論對幾勁嘅隊，即係好似而家嘅阿仙奴一樣嘅。咁啊，但係唔覺唔覺，即係自從 C 朗又加盟皇馬，我唔知 C 朗加盟皇馬而家幾多季啦。總之 keep 住歐聯都起碼係八強或以上噶啦。咁啊，今次亦都係無懸念啦，係咪？咁啊，未講另外一場大戰之前咧，就講埋另外嗰晚嘅。一場賽事大家未必太有留意嘅啦，就係呢個又嚟米剛對巴里，係喎，冇錯啊，係喎，冇錯喎，咁啦，嚟咗啦，喂，好喎，未講曼聯，坐低，啊，喐過嚟啦，啊，陳家豪話迪斯高係冇存在感，所以影響信心，我冇資格評論啊，家豪係啊，因為唔算睇得太多羅馬嘅波，係啊，即係呢個慚愧啊，今日七季啦，原來已經。好啦，咁啊，所以另外一場賽事就和夫斯堡對住阿真特啦，咁樣樣，咁啊結果都係憑住車路士嘅舊將舒荷爾尼咧，咁啊74分鐘又一戰定江山，就亦都首次啊打入呢個歐聯八強，係啦，和夫斯堡即係呢啲一路你都覺得可能德甲都只係一個中型班嘅位置上面啦。喂，有冇睇波啊你？有個別名噶嘛，如夫之堡啊嘛，俾人吞咗嚟。Weekend 嗰啲有睇 live， 但係呢啲就冇啦。呢啲冇啊，呢啲冇，呢啲睇到啦。呢啲交俾我啦，係啊，呢啲交俾我啦。咁啊，講真啦，上個回合啊，唔係阿和夫斯堡臨尾自己放曬水啊，真特點入兩粒啊，呢個我自己睇送禮嘅，係啦，有啲送禮 feel 嘅。係啦，咁啊，所以呢場就和夫斯堡首次晉級歐聯八強啦。咁啊，另外兩場啦，一場就琴日早場嚟嘅，早場就新尼特就對住賓菲加。咁啊，都慘啦！新尼特，你記唔記得新尼特而家邊個做領隊啊？邊個？俾人話好打阿雲口阿保亞斯。保亞斯係冇錯啦。咁啊，就對住賓菲加。以前嘅曾經嘅舊狂唔係新狂人啊。冇錯啦。如果我冇記錯，好似首回合咧，賓菲加係差唔多臨完場前先至入波贏1-0嘅啫。咁啊，呢場波其實係非常之勢均力敵嘅。無論在大家射門的質素上面傳球的成功度等等我都覺得是很50-50的真的很50-50的還要、去到下半場的位置上面唉不帶了浸芝士沒有什麼我就是想問是不是剛才這個、Home Chef 就是介紹芝士是啊你是不是芝士同學我是非常不喜歡的喂給我5厘先啦真的很臭啊大佬你叫我奶芝士我真的真的不奶啊！你咳好翻啲咩啊？咩啊？好翻80%啊 ！OK OK， 系啊，咁啊，翻翻西尼达个位啦。西尼达其实曾经系有机会出线嘅，因为西尼达主场作客输1-0啊嘛。嗯。咁啊，主场69分钟嘅时候，侯克系磨和咗嘅。系啊。
係啦，咁啊一比一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絕對係兩隊波都有機會嘅，但係就結果。唉，奔飛家就尾段嘅賽事就連入兩球，其實第二球冇意思啦，因為奔飛家一攞到個再合入球咧，大家都知㗎啦，喺再合入球優惠嚟計嘅話咧，西尼第二入到三比一，咁啊得翻六分鐘啊，點入到三比一咧？係咪？咁啊，所以就結果冇懸念啦。奔飛家其實喺我印象中都好耐世紀係冇再入過歐聯嘅八強，其實應該咁講，歐聯淘汰賽奔飛家都少入。少啊，係啊，因為我記得我做歐聯前瞻嘅時候，我又唔會打到再入的我。我做歐聯前瞻嘅時候，我係唔睇好奔飛家咧入十六強嘅。而我記得嗰時你咪甚至乎係睇好佢有心去打歐霸噶嘛，因為佢不嬲歐霸。即係總之我，我嘅睇法係佢實力係不足以喺歐聯度小組賽可以出到線咯。係啦，但係預正佢嗰組又唔強啊，真係。係啦，咁啊，結果就竟然仲可以而家入埋八強添。是希望是巴黎聖日耳門抽中他啦，你都不是都挺貴的啦，我講了想巴聖抽回來好簽，不是咯，大佬你不明白現在的感覺是簽都未抽，但你有強烈的意味就是哎不知道不是感覺不是皇馬巴塞就是對拜仁，整件事是這樣的，公平嗎？真係一啲都唔公平。好，跟住去到我們今天的即係其中一個我諗住會講得比較詳盡一點的一場賽事啦，系，头先我哋可以去下一张相啦。喂，吕布，吕布入波啊！呢场都睇有冇睇精华先？有嘅，有嘅，即系有哥斯达嘅入波啦，交换球衣啦等等嘅事件都有睇到，即系 talking point 唔少嘅呢一场。呢场波 talking point 唔少，而呢场波咧，其实咧你睇到个即系我唔知系咪啦。嗯。但系我睇上去嘅感觉咧，如果系阿白兰斯咧。賽前如果有戰術性的一個部署的話咧，我會覺得呢場波佢真係完全發揮到淋漓盡致。係。咁啊點解？有冇睇精華先？睇咗睇咗入球嘅精華。你有冇發覺入球都係好相類似，就係喺側邊。係。側邊位。有心去用個側擊嘅能力去打爆車路士。冇錯啦，咁啊呢場波可以同大家去講一講，我就自己琴晚睇嘅時候咧，就尤其感受得到。嗯。因為我諗賽前就唔能夠太睇好巴黎聖日耳門啦，大家嘅感覺係。係啊。因為巴黎聖日耳門主場失咗一個再入球俾車路士。車仔㗎嘛，係咪？咁啊，其實講真啦。係。卡雲尼首回合嗰球。嗯。其實都係喺側邊出過嚟俾卡雲尼。係咪即係擺落去俾右邊俾卡雲尼噶嘛？係咪好乖巧咁啊？迪馬利亞一個波俾落卡雲尼度，卡雲尼走落去係啦。係。咁啊咁所以賽前嚟計嘅話咧，你最多覺得五十五十嘅啫，因為最重要巴黎聖日耳門咧個賽前嘅目的，兩隊波都係啦，目的就係入波。嗯。啊呢句嘢好廢，但係應該咁講。巴黎聖日耳門只要入咗波嘅話咧，咁就已經抵消咗呢件事㗎啦嘛。咁嗰個優勢，即係呢個即係再下入球嘅一個好奧妙之處。咁、個優勢翻返嚟我度㗎啦嘛。因為去到加時再入波打和嘅話，都係我出線㗎嘛。根據條例上面，而車仔著數嘅地方就係只要入一粒咧，就搞掂對面。其實就已經可以搞掂對面㗎啦。咁所以呢場波，哇，即係極度地五十五十嘅。咁啊車路士有需要可以讚嘅地方咧，就係車路士近排你知英超都 fit 噶嘛，嗯，英超唔知講咗十三輪不敗噶嘛，係啊，講到又唔知之前又四連勝啊，又點啊，又勝、啊，不知不覺靜悄悄咁樣上翻上半板咁樣啦，咁啊當然要其他隊都要西得下，咁佢先至去到上半板啦，因為下甩下碌啊，俾條路去行。係啦，因為我有講過嘅就係其實車路士你話係咪表現得好好咧？咁啊，首先第一樣嘢，佢表現絕對會好過。阿摩連奴執教嘅時候啦，呢個就肯定嘅，係啊，呢個就唔需要冇得拗嘅，即係希丁係交到佢要交嘅貨嘅。嗯，係啦，嗱，我哋幫大家 check 一 check 先。咁啊，車路士係幾時炒摩連奴啊？好似係咪冬季轉會窗啱啱完咗嗰時啊？我記得佢下一隊係對一隊弱旅嘅時候炒嘅，年頭到嘅。睇下先，我揾一揾先嚇。是對新特蘭的，是啦，我記得啦，第一場呢車路士是對新特蘭的，炒完他之後，咁總共是一場贏一場贏，我數依家數一數啊，英超嚟計，兩勝呢度兩勝兩和，兩勝四和，兩勝六和，和多嘅，三勝六和，四勝六和，五勝六和，六勝六和，同埋六勝七和嘅，打十三場英超聯賽，贏六場就和七場，喺。往年的車路士嚟計咧，其實就掹掹緊啦，二十五分啫嘛，係咪？十三場廿五分啫嘛。嗯。咁但係以今季嚟計咧，
又或者同翻列強去比較咧，其實就唔係太失禮嘅啫，大家都明白呢件事噶啦。本土賽事，拜拜。對咁嘅狀態下炒咗摩連奴嘅車仔嚟講，呢廿五分好緊要啊。唔係，嘉豪，我係認同你呢個説法嘅，我係認同你呢個説法嘅，因為我都係咁嘅諗法，只不過係我無從證實呢件事情。嗯，我無從證實啊，因為呢個説法係啦。咁啊，有一個人咧喺車路士陣中咧，我認為嚇狀態係 fit 到漏油嘅，我係講過噶啦。迪亞哥哥士啦，迪亞哥士真係 fit 到漏，翻翻嚟啦。未睇入球精華嘅麻煩，睇一睇入球精華。無論係上半場巴黎勝利會未開紀錄之前，阿迪亞哥士已經有一球射門係非常之靚噶啦。嗯，甚至乎係追和嗰球咧，你有睇嗰球啊嘛？係咪？你睇得到啊？嗰球就係帕杜韋利安同埋佢嘅一個嘅三個之間嘅一個組織咁樣樣啦。然後交到嚟俾迪亞高哥斯達嘅時候咧，佢咧係完全係將泰亞高斯華咧成個壓曬，我可以話你聽。哇！呢、這個唔係一個 top fit 嘅球員咧，我真係覺得係完全做唔到噶。係係啊，仲要對住一個咁強力嘅中堅喎。係啦、啊，就係、是、扮去右邊，然之後一拐拐翻去左邊，喺你重心未穩嘅時候就偷到你嗰半步，就快射。因為啊，巴黎聖日耳門嗰位啊查普爾咧，都唔係渣龍門嚟噶嘛。講真係啊，都係嗰個表現都係非常之出眾噶嘛。哇！真係我覺得嗰下話俾我聽，迪亞哥斯達喺佢去到季尾嘅位置上面咧，我估啊應該 keep 住都有波入嘅。即係如果車路士會繼續去嘅話咧，佢就真係唔錯嘅。只要細 keep 到就有㗎啦。係啊，當然有讚就有彈啦。係，其實我覺得夏薩特都仲係打得麻麻地。夏神除咗打得麻麻地，其實呢個問題咧，即係縱然啊，縱然如果我而家根據翻呢個嗰個評分嚟計法咧，帕杜嘅得分係遠比夏薩特低翻嘅。其實夏薩特平均分過咗七分嘅，但係我覺得係仍然處於嗰種心態嘅問題、自知問題，同埋佢係比發揮係差嘅、嗯。再加上啊，呢、這個繼續去講埋落去啊，喺左邊嘅位置上面咧，其實上半場咧，巴黎聖日耳門咧不停咧就喺車路士嘅左邊咧。大做是去做攻擊的，尤其是伊巴謙莫尼去到右路的位置上出波咧，出到去俾阿拉比奧特去打開紀錄一球啦。好明顯，車路士啲人咧跟人上面或者係本身回防上面嘅速度咧都係不足嘅。可以講包括係啲咩咧？首先第一，夏薩特慣性唔回防，大家都知㗎啦。係啊。是不是定落嚟噶啦？你 fit 嘅時候慣性唔回防咧，係冇人怪你嘅。係，因為你攻係抵過㗎。係啦。咁但係到你而家行行企企啊，到你強如美斯俾人話散步低啦，係咪先？係啦。何況個下神，你俾佢更散步嘅時候。係啦，咁你又食飯兩味嘅時候咧，咁啊下神呢個位置上邊咧，再加上個左閘堅尼地咧，就離咗地。佢應該佢以我所認知，佢唔係一個純正的左閘。係。房中又打過下，即係暫時因為後生都萬金油嘅 feel 嚟，所以好明顯咧，佢嗰個我叫做位置感咧、其實係唔足夠嘅。係，我唔知道，所以我話啊嘛，我唔知道係咪白蘭斯，但我估係啦。你咁精密，而我哋又睇得出，球員又發揮得到啊，我估係啦。所以就係不停地就上半場就已經喺佢個位度咧，弱點攻擊，弱點重點地去攻擊啊，係啦。係啦，咁再加上你加利卡爾拍住伊雲諾維，咁之前有講過啦，伊雲諾維去到移翻去中堅嘅位置上面嘅話咧，咁佢個速度嘅不足咧就冇咁明顯嘅，咁但係拍住加利卡爾咧都唔係一個話極度穩陣嘅一個，亦都唔係一個快嘅中堅。冇錯啦，其實都係慢嘅，你就會見到當一個波喂埋嚟嘅時候咧，車路士嘅球員就係我都唔知道追波好定係翻落去追好咁樣樣，你竟然見到伊班爾咪一接到個波喺車仔嘅左路嘅時候，哇幾咁鬆容啊！係啊，然之後一個波出埋，冇錯啦，就打開咗呢個紀錄啦。咁所以根本上個後防上面係有極大嘅問題嘅，呢個我自己會咁樣認同認為。咁啊，去到一比一嘅位置上面啦，咁去到下半場啦，咁我都話咗一比一優勢就喺巴黎聖日耳門度啦，係咪？因為你最有利嗰樣嘢就已經冇咗啦，係咪先？咁啊，而巴黎嗰個進攻上面嘅質素咧？是確實地不錯的，因為上季打你們那隊那個呢，迪馬利亞，迪馬利亞呢天使如虎添翼啊，來到巴黎，哇，下半場那球的助攻啊，下半場就不是強姦左路了，就去了右路強姦，就完爆艾斯比列古特，
係啊，一個波放埋去啊！哇，嗰、那個係如果有咧個有個精華咧，有個 wide shot 嘅、嗯，其實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外圈有三條友，係對住車路士內圈嘅三條友，係，然之後就係咁樣一個錯腳就踢埋去咧，咁迪馬利亞一爆咧就走甩曬啦，係，咁艾斯比利亞喺入邊啊純粹食塵。咁啊，叫我迪馬利亞係啦，迪馬利亞做咗係咩咧？其實做咗嘅就係咧，皇馬見多好，即係見過好多次嘅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出波啫，係咪先？係快準毒，看家本領嚟啦！看家本領真係係咁一趟個波咧，就係、是、掂㗎啦，就係啱啱去到你後衞攤嚟攤去，都攤唔到嗰個位，盡顯級數。係啦，而伊巴就可以將呢個波咧就送入龍門啦。係。咁呢個係真係質素上面嘅分野，亦都有引證咗一件事情，就係、是、我覺得係冇乜話，即係尤其是頂級嘅球員啊，係冇乜話邊個唔好波嘅，就只有對波啱唔啱踢嘅啫。同意。係咪先？呢、這個又係嗰句，你啊真係感同身受。其實都我都係嗰句啦。佢初初嚟曼聯嗰一兩場，大家好開心㗎，踢得好好。交到貨㗎。係啊。係啊。后尾你慢慢话佢，我都觉得哇，迪马劲啊！系咯，呼风唤雨噶嘛，跟住离奇地伤咗一阵噶嘛，系啦，咁之后已经之后就唔知去咗边啦。喂，老实啊，你系迪马，你俾杨格攞咗正选位，仲要啲人话觉得抵喎、啊，即系抵迪阿艾瑞利杨格攞正选喎、啊，系你都唔知点好，系咪先？等佢教你点样踢谢翼啦，咁样嘅，直个督着屎以为即系神咯、啊，啊，即系唔知点算，唉。不過唔係嘅，上季楊家係打得 OK 嘅。上季係，我明白，我明白，啱、OK。好耐冇見佢哋啦，都好耐冇見咯。哇！呢個傷兵真係勁到西，即係不得了啊！咁啊，夏薩達係咪可能厭戰啊？係咪咧？唔知。總之成季都覺得佢心不在焉啦。個心唔喺車路士度啊，好明顯就係啦。喺咪足球度唔知。即係初初都會覺得啊，傳媒吹水啫，但係都做到咁啦。咪即係應該咁講，摩魯都走咗啦。如果你講到係因為佢嘅話，咁咪講唔通。咁就講唔嗱，我就覺得講唔通。所以我話啊嘛，如果你話猶大啊或者咩咩咩，咁我唯有信係第一個斯達嘅啫。因為判若兩人喺我眼中係判若兩人，亦都符合佢嘅性格啊。係啊，因為點解我要咁講法？我都話咯，季初嘅車路士唔係製造唔到機會，係兩個問題啊嘛。第一後防方失失，係、嗯、啊。第二，前面經常性的機會都把握不到，咁前面經常性的機會把握不到，而家你把握到啦嘛？係。咁啊，可能係狀態啦，我哋冇資格去矛盾啦。係啦，去講啲乜嘢嘅？發俾嘅表現有冇咩突出唔突出咧？普普通通啦，平庸咁樣啦，普普通通啦，翻上季水平。而家嘅法比，其實上季下半季佢都冇跌地 walk 㗎啦。而家嘅法比係突然間有一兩場，你就話哇踢曬。整條中場踢曬，咁突然間就會誒、哎、消失咗，咩神來之筆嘅，係啦，就會係咁樣樣嘅，咁所以就呢、這個巴黎聖日耳門喺呢一場賽事嚟嘅，我覺得啊係抵佢絕對係抵進級嘅，係絕對係抵進級嘅，但係都係嗰句啦，行到幾遠就睇八強係可以點啦，係啦，因為我唔會應該咁講，我唔會認為佢對皇馬、拜仁或者巴塞會輸得好肉酸。其實我不認為的、甚至乎對住皇馬的話，你話佢係咪一定出局呢，我都覺得未必。今屆皇馬唔係有得打添。係啦，但係即係我希望可以即係去到四強嘅先至睇下。先對佢哋啦。高最高水平嗰四隊互相廝殺啦。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世界第三嘅話，呢隊絕對係世界第四啦。咁至於四大天王嚟嘅，郭富城都弱少少啦，係咪先？當年要補一補俾當年。係咪先？當年都弱少少啦，咁希望巴黎聖日耳門可以再上一步啦。唉，唔中拜皇巴四強冇難度，係啊，希望係啦。雲膠耳死剩把口，雲膠肉啊嘛，你想講？係啦，咁啊，同大家就回顧咗呢四場嘅賽事啦。咁樣呢場米基爾都依然係正選喎，即係喺希丁克嘅執教底下。係啦，米。直情係一定添啊，係嘛？係必然嘅正選。變咗佢係鐵膽，坐穩咗㗎啦。因為我都話每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嘛，每個領隊都有佢自己想用嘅人或者一個理念，就好似我咁，我 BFB 啊，我都堅持打雙防中啦。呢個你嘅係啊，你嘅認識嚟㗎嘛。咁所以無論點我都一定係雙防中㗎啦。咁希丁克就一定係一個純防契仔，冇錯啦。
米基爾就係佢純防中嗰位啦，咁樣樣。咁啊，嗱，跟住落嚟啦，阿旭，我就問下你啦、嗯。你想我講下即係足總杯補賽先，定係直接跳落去我哋嘅歐霸杯嘅件事先？不如啊，足總杯先啦。足總杯先啦，好啦。咁啊，足總杯咧就啱啱進行咗重賽啦。係。重賽就唔係最緊要嘅，因為重賽嚟計咧，咁啊，阿仙奴就4-0就贏咗波啦。咁啊，陣中兩位嘅好耐冇入波嘅球員啊，基奧特係同埋和托特咧係。我又想我托嚇、啊，我特咧就重新就入翻波啦，揾翻佢哋嘅射門鞋啦，咁樣咁啊4-0咁啊贏咗後勝啦，但係有傷緊幾件，唔係啩？冇錯，包括藍絲啦，藍絲啦，包括梅迪薩卡有輕微嘅腦震盪啦。系啦，咁啊连埋高斯尔尼啦，之前好似都已经唔出得噶啦，同埋阿巴里斯达啦，直情去到零中坚咁滞啊，即系下场蒙维尔，大家都知一定要打中坚咁嘅情况，咁嘅防线又翻嚟啦。系啦，但系又系嗰句，唔代表打得唔好。系啦，因为嗱，我点解无啦啦又要讲下阿仙奴呢场波咧？我觉得咋，系即系球迷咧都系嗰句善忘嘅。咩叫球迷羨慕嘅咧？咁話説咧，阿仙奴對熱刺嗰場波賽前咧，咁其中一個大家認為阿仙奴最不利嘅消息係咩呢？就係獅子受傷啊嘛。大家忘記咗後備席上面有邊個？有一個大家季初係覺得，哎呀呢、這個冇正選打，有得困㗎，就真係唔抵啦。咁啊，然之後突然間歐聯頭兩場出完佢。系就 ham 咗之後咧，就唔見咗啦。係啦，因為嗰兩場佢表現得比較差嘅，一沉啊畫踩。係啦，因為可能雲家眼中嘅如意算盤本身咧，可能杯賽咧係會派佢上陣機會會比較多嘅。係啦，咁但係當嗰兩場咩完之後，咁你要置諸死地而後生咧，咁啊結果都俾翻獅子。咁啊仍然其實都仲有奧斯賓拿咧，奧斯賓拿咯，去守護翻個大門啫嘛。係。咁啊睇翻呢場對，即係上場對翻熱刺咁啊，甚至乎後勝啊咁計個法嘅話咧。咁啊，冇乜問題啊，奧斯賓拿都係係啊，即係唔好話一兩場就論英雄啦、啊。我哋成日都係咁講啊，唔好一場半場好波又話呢隻好勁，一場半場又話呢隻好細。嗱，岔開少少啊，你有冇睇咧？網上面啲人話啊咩卡斯納斯犯下低級失誤，又令到波圖輸1-3啊。好多人討論話，喂，嗰、那個情況其實係有得斟酌噶嘛。好正常，嗰、那個情況真係好正常。係，佢係一個爭勝嘅姿態啫，即係嗰時嗰個情況就係、是。波圖已經落後緊2-1㗎啦嘛，係冇錯。咁然後係爭取緊一個最後追和嘅機會，追和機會。咁你龍門跑埋出嚟，其實有咩問題啫？一啲問題都冇。誇張啲嘅走上去頂角球都有啦。角球都得啦，跟住咪俾人篤咗個波入網咯。除咗買波嗰個會少之外啊，即係例如買咗2-1波膽嗰個之餘，係咪先？全香港冇人話你唔啱嘅，得失球多一球少一球咁爭好遠咯。係啊，不過波圖今季咧係真係退步得緊要嘅，係即係好多年都冇聽講過，就係我之前話啦，歐聯16強都唔入，係聯賽頭2名都唔見，嗯係，奔飛加上咗榜首，士不停棒第二，波圖第3嘅啫，仲好似有少少距離嗰只添，因為。如果有睇開即係留意開足球嘅，我 feel 到波圖今個以前波圖咧，直情係你過關唔知揾邊隊咧，唉穿波圖啦咁樣樣，穿到關啦咁啊變一變倍咁樣樣，今季即係冇呢支歌仔唱咧咁樣樣，係啦，咁啊嚟緊啊快快脆脆咁講埋啦，因為咧一去到阿仙奴發覺，原來今次可以打到呢、這個雙前鋒嘅陣啊，唔係。即係叫做 FA Cup 啊，即係出線之後啊，咁你聯賽就即刻唔同噶啦 ，postpone 咗噶啦嘛，因為本身咧有少少淡，仍然唔好意思啊，要迎來一個魔鬼嘅賽程係嘛？係啦，本身就話聯賽就仍然打噶嘛，咁但係一有咗發覺你出到線啊咁樣樣就會轉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呢一輪就阿仙奴就聯賽就唔使打住。咁先打咗呢個足總杯就對住屈福特先，之後先至再迎嚟咧就係巴塞隆拿嘅戰線嘅。咁而與此已經好遙遠啦，上回合已經係啦，係啊，因為上回合係佢哋打先噶嘛，好似係啦，佢哋打先而又變咗佢哋壓後啊嘛，壓得最耐。係啦，咁啊而與此同時，如果李斯特城咧今週咧聯賽再贏埋波嘅話咧，咁啊喺實力上啊。
積分上，積分係係啦，即係個心理壓力上咧，咁阿仙奴咧就更加咧就大鑊啦。因為如果打少一場係三分進攞嘅時候，打少一場你打少一場，是但係輸緊十一分，係十一分喎、啊，十一分喎、啊，唔係翻四場八場嘅啫喎。嗰度四場，係啦，李成就只係剩翻八場啫，係啦，係啦，咁所以真係呢一次嘅一個 postpone 嘅一個聯賽嘅賽期咧，咁啊無可避免啦，因為你進咗級啊嘛，係咪先？係，冇錯。咁啊隨時啊，隨時就歐聯出完局之後咧，呢邊聯賽咧就真係已經接近宣布凍過水無望啦，爭冠無望啦，係啦，有朋友都答咗啊，六月喺法國舉行嘅球賽叫什麼啊？係啦，歐洲國家杯啦，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個八強嚟計啊，就分別會係雷丁就對住水晶宮啦，咁啊愛華頓就對住車路士啦，阿仙奴就對屈福特，同埋曼聯咧就會對住韋斯咸嘅。咁我諗比較即係，因為我就睇好車路士會晉級嘅，因為以我認為車路士嘅呢個狀態，同埋愛華頓呢種嘅飄忽嘅味道。咁但係另外咧，曼聯對住韋斯咸咧。都真係，我會真係依排嘅走勢，韋斯咸真係佔上風啊！因為咧嗱假設有得揀啫，中意都未必有得揀啦。假設咋，咁啊而家曼聯其實都仲係三條戰線㗎嘛，啊、就係歐霸、足總同埋聯賽啦。咁聯賽有機會爭頭四啦，足總杯就踢多三場好波啦，歐霸就踢多幾場啦，又對住利物浦又勝。喂，如果你係雲高爾，假設你真係曉排陣，喂，你會有冇話會傾向邊場多啲啊？因為今日星期四嘅咯噃，星期四打完咧，禮好彩咧，就係因為今次嘅歐霸賽事咧，就係翻英格蘭嗰邊打啫，係啦，上翻即係啦，唔使點樣周圍走嚟走去啫。而禮拜日咧，你又翻翻主場奧脫福打翻對住韋斯咸，喂，你會唔會流力啊？哇！真係手心又係肉，成身都係肉喎呢啲位置。係啊，我就會傾向。放棄 FA 級啦，如果點都要三起一嘅話，嚇、啊、你會放棄 FA 級啊？係啊，但 FA 級係最有機會做到嘅飛機杯嚟嘅喎，最有機會捧杯嘅嘅飛機杯嚟嘅咯喎。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歐聯嘅席位係比較緊要的。嗱都話啦 ，Fourth is to be， 係啱嘅。我好認同，我真心喎、啊，我真係覺得嗱，除咗球迷開心之外啊，啊不唔係球員都會嘅，起碼都叫做攞咗個冠軍。但係實際咧，嗰、那個真正嘅象徵嘅意義係比真正嘅意義咧，我覺得係為之大的。係，因為你真係有嗰場波睇啊嘛。係啊，而足總杯嘅冠軍都係攞，即係咁講個含金量，你都只係攞到一個叫做歐霸杯嘅參賽席位。可能而家打聯賽嗰個位置已經有啦。係啊，其實難嘅，因為你再打完呢、這個即係再打完韋斯咸之後咧，你又再繼續喺主場就再對多次利物浦。基本上佢餘下成個三月咧，所有賽程都係喺曼徹斯特市打嘅，因為之後咧就係、是、坐下對住曼城，係啦，四月頭再主場對住愛華頓，係啊，都幾好啊，唔使再嚟走。所以你係即係寧願放棄歐霸杯賽事會比較多。你揾把槍指住我放棄一樣，我會真係放棄足總杯級咯，放棄足總杯比較多少少，明白。好，咁啊，曼聯。過咗利記都未必拎到歐霸冠軍啦，認同啊，大家都認同啊。阿台長，我仲有冇第三張相？好似有啊，有冇啊？我唔記得啦。啊，係啦，我哋翻嚟第三張相啦。係，呢個歐霸嘅雙紅會。歐霸雙紅會啊！呢張相應該嚟自係咪馬來西亞嘅柱子戰嚟嘅，應該地標戰嚟嗱呢啲咪球迷咯，我喺 Google search 嘅啫，我真係唔知噶，係啦，我喺 Google search 嘅咋。咁啊嗱，曼迷又打曬飛機啦，包括係咩呢？因為雲高爾咧，就五殺利物浦嘅，係黑星嚟噶，黑星嚟嘅，無論嗰陣時係高山定係低谷，係都贏，都係殺你嘅，係啦，就算即係咪我有冇記錯作客？安菲路、朗尼都一戰定江山嘅，係冇錯。係啊，就算對羅加士對蘇花，暫時對高普都對咗一場啫，冇記錯。係嘛？都係贏嘅。係咪感覺良好啊？都係嘅，即係話曬蘇迪嚟噶嘛。係嘛？即唔係雲高爾啦，唔係雲高旭啦嚇。都我記得上次啲人叫你上次贏完之後都係串串供咁樣，佢話啊我最中意對利物浦嘅，我對親都贏咁樣。
佢係咪都有咁講？佢揾到啲嘢喺度攞嚟串下，揸到。佢好揾到嘢除褲啊！即係即餘下九場聯賽，我預期會全勝，攞足廿七分啊嘛！係嘛？攞足廿七分啫咩嘢？唉，即係攞個算盤出嚟，我都唔知條數點計啊！嗱，有冇信心先？講真。一半一半嘅，因為呢個都叫做係一個幾一面倒嘅數據喎。如果即係以雲高爾嚟去計法嘅話，短期嘅態去睇係真係。但有時咧，你越諗呢啲數據咧，就越出事啊！硬係有條，我唔敢諗啊，所以你明唔明？唔係，如果你問我呢場波點睇咧，係我又唔直接答你，係我又用例子答你。兜圈。哇！利物浦。嗯。不嬲，大家都有咁講啊！嗱，球即係波文咧，就長期咧都有兩個金句嘅。係。第一咧，就若要生活好咧，就米店利物浦啊。係。唔係米買喎，係你買去對家有陣時你都死啊！總之係唔好掂有利物浦嘅。總之有利物浦參與嘅賽事，你唔好諗啦。係啦。第二個金句咧，就係唔想找卡數咧，就唔好買紐卡數啊。咁啊，呢兩句嘢咧就一路行落嚟咧。都係金科，都係古泰，都係波泰嘅金科玉律嚟嘅。即係利記最近發生咩事，大家知㗎啦。即係我由歐霸開始講起，奧格斯堡兩回合加埋咧，雖然都保持不失，但係兩回合加埋咧，佢都只係贏到一粒，入到一球嘅啫。係啦，係咪十二碼嚟添啊？嗰球好似我忘記啦，我忘記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咁啊聯賽杯係。是不是聯賽杯來的那場？是啊，聯賽杯決賽。聯賽杯決賽呢就先入一球十二碼，人家炒了一球情形之下呢就甩了個杯。是啊。隔完幾日呢重賽不叫重賽，隔完幾日聯賽我們再狹路再相逢呢，我大炒你三粒。是。那然之後回到周末聯賽對著水晶宮。十一個打十一個嘅時候咧，就唔夠抽，就俾人入咗球先，仲要俾人紅牌啊！趕咗個出場啊，趕咗個出場都又自可，哇！十個打十一個反而十個打十一個先追和，後反勝，喂！呢隊咩波嚟啊？我身邊有個好親密嘅朋友嘅，好忠實嘅利物浦球迷嚟嘅，咁都相對比較都理性嗰種嚟嘅。他都話身為一個利物浦球迷，他承受不到啊！呢排實在太忽啦，實在所有嘢都不能夠在他接受範圍之內。太忽啦，係啊，即係你除了可以套用佛印嘅一句經典嘅説話，係好難觸摸啊之外，你真係好難去評價利物浦呢隊波。海鮮波周時有，有啲係海鮮波，有啲係古惑波。咩叫古惑波？水晶宮又叫古惑波，係揾夠咁上下分數，沉淪嘅，沉到爆嘅。由頭沉到落尾，好風流啦，係啦，好鬼風流嘅，收夠或者以前嘅韋斯咸都係咁啊，今季轉咗教練咧，就唔同啲，就好似真係想進取啲。咁但係利物浦咧，就真係正正宗宗嘅海鮮波。海鮮波係咩啊？就係、是、好似用盡全力有陣時，加唔到貨，都贏唔到，流力又贏喎。佢 hea 踢就唔知我贏到喎。力從何來？你真係唔知力從何來？唔係力從何來，入球從何來啊？我忽然覺得其實高普真係最適合教利物浦嘅人選，點解咧？咁有激情嘅教練，再加埋一隊咁鼓勵唔到嘅球隊，仲唔係絕配？哇！即係鼓勵唔到，係啦。咁啊，而去到曼聯嘅位置上面啦，我諗曼聯就迎嚟完四連勝之後咧，就兵敗西布朗啦。冇錯啊！嗰場波有冇睇法？嗰場波嘅睇法就因為馬達就好早就自己愚蠢地對三分鐘之內對費查一個阻止開罰球啦，啊、第二個就係都係觸意犯規啦，咁啊死有餘辜嘅，咁都仲要你對住呢個防守專家啊，普利斯，人哋都揸住一粒喺手啦，你點都唔會攻得入㗎啦，二十個人，以今時今日嘅曼聯攻唔，我以為係零比零。會完場，我會覺得攞到一分已經算好彩啦。我係本身係覺得應該係零比零嘅。係。咁啊，但係就比較朗當就。因為對面嘅攻勢唔算好入肉嘅啫嘛。冇錯，冇錯，冇錯。其實我覺得都係哈巴蘭特矮啫，係咪啊？都，其實我 check 過佢身高喎，我一直都話佢唔算係好矮，佢係單薄啫嘛。唔大件，唔夠大份啫。係啦，我冇資格話講真。咁啊冇咁，大家血統唔同嘅，但係單薄咯，單薄咯。好猛，佢成日要明明中堅走去開國球嗰啲咯，都提過好多次噶啦。即係戰術上安排，其實係咪可以好啲？同埋上集都講過，係
伯蘭特是開季到而家其中一個被透支得最嚴重的球員，除了馬斯亞之外，冇透過得，完全冇透過，因為邊個位唔啱就擺你啊嘛。咪係咯，你萬金油。係啦，咁啊，伯蘭特其實，所以我覺得球迷係唔應該怪責伯蘭特嘅，因為口珠不伐咧，其實都唔少啊，即係對住阿伯蘭特。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咁始終調兵遣陣嗰個就係雲高爾啦。冇錯啊，伯蘭特其實你擺呢個位擺得佢，你預咗佢應該會有咁嘅場面出現。系，佢上場已經俾人都媽媽聲噶啦，係咪先？閘我啊俾咗阿羅河打，防中而家你有埋舒拉達連又唔輪到我打，係咪先？佢最多未出嗰個新仔，好似叫文尼咯，咁但係出新仔你又會講噶啦，如果輸波，喂做咩出新仔？明明有個白蘭大喺度，即係你要用結果去批評，點都批評到嘅，但係。我如果即係實際啲講啦，比如我係雲高爾，我會寧願俾佢唞下，嗰個位可能要輪換下咯。如果當狀態真係出現咗連續兩場甚至更多嘅低迷之後，反正你用啲新仔出嚟，好似又唔係真係太差啫喎。係咯，然後就算打得唔好，你有理由得賴啊嘛，大佬。博冇壞啊！人哋而家要爭九場全勝啊！你明唔明白？粗啦，講到自己。伯蘭特嚟緊都歐國杯都係啊，唔使打喎，唔使打 ，sorry 唔使打，下季係可以全程投入去迎接新球嘅，冇錯啦，唉，硬抽咗後啊，呢下叫做迪比都係啊，係啦，咁啊，但係我會咁睇咋，咁呢兩回，你覺得應該冇兩回合嚟計，我諗呢兩隊應該都會 full team 肯打啦，係嘛？係咯。肯呼添打㗎嘛？出盡可以出到嘅人嘅，都正常都會。利物浦可能嘅掙扎位就係佢哋而家正前鋒揀邊個咧？即係你小列治又好翻啦，賓力基又好似有啲太咁樣喎。即係你係高普，仲有個奧列治，冇錯，會有個幸福嘅煩惱啦。中意。然後你又中意有陣時擺無鋒，係俾阿費明奴打，俾阿費明奴呢、這個啊係咪阿亨利啊？話佢可以係將來嘅吹到好大嘅邊個前鋒咧？唔記得咗添。邊個啊？即係總之，亨利就睇好佢，將會成為一個入球如麻嘅前鋒啦。我好似有睇過類似嘅，係啊，類似睇過咁嘅報道啦。説法喎，嗱我自己睇法咋？我估曼聯首回合不敗。嗯。次回合不勝。合情合理啊！嗯。合情合理啊！邊隊睇高半線？要讓波嘅就輸盤，係合情合理，我自己覺得呢件事係啦。咁啊，另外啦，咁啊，不如同大家講埋十六強有啲乜嘢嘅即係對碰嘅賽事啦，好唔好？咁啊，我覺得十六強咧，其實喺歐霸嚟計咧，啲起碼唔差喎。冇弱旅啊，歐聯你可以揾到一幾隊弱旅，歐霸我都揾唔到啲咩弱旅，包括薩克達就對安德烈治啦，冇錯。巴素利就對住西維爾啦，即係一啲都唔弱，我自己覺得。咁啊，多蒙特就對熱刺啦，呢場正啦。費倫巴治又對布拉加啦，咁啊二線聯賽啲都前列分子嚟㗎啦，講真。維拉利爾啊對利華古信啦，哇精彩！繼續，畢爾包啦，應該係畢爾包對華倫西亞啦，係啊，畢爾包對華倫西亞啦，利基又對曼聯啦，同埋布拉加斯巴達咧就對住拉素嘅。你話免佢嚟㗎，我覺得拉素之簽可能會抽得好少少咯。但你話係咪食緊咁啊？都唔係啦，講真係啦。咁我話啊嘛，呢隊其實有四隊西甲、三隊英超，就兩隊德甲。咁但係竟然其中有八隊，呢個九隊入邊有八隊咧，就湊咗四隊嘅系列賽出嚟啦。係就頭先講咗嘅利物浦對曼聯啦。係咁啊，華倫西亞就對住啊畢爾包啦。呢場我睇畢爾包啦，因為我唔信加利仔啊，你知啊。係咁啊，維拉你要對利華古信啦。維拉你二，我覺得係穩陣嘅。嗯，尤其是打杯賽，踢得低拿波里咧，都唔係嘢少，真係唔係嘢少啊！咁啊，剩翻嗰個就係多蒙特對熱刺啊，有人就問我點睇嘅，我都想聽下喎。我合埋眼，眯埋眼就車落多蒙特度啦。車多蒙特。第一，三大理由。第一，我憎熱刺。係啊，第二，我討厭熱刺。唔係，第二個原因係首先多蒙特其實而家係歐霸嘅大熱門嚟嘅，呢個係真嘅。咁啊，另外咧，熱刺咧其實喺歐霸杯咧。不嬲都，雖然今年係落足咗力少少，但係其實都唔係全力。
八成咯，都唔係全力。偶爾啊，哈利簡尼啊嗰啲咧，都係擺喺後備席。艾力神嗰啲都係擺喺後備，但只不過就係、是、就算佢出孫興文都好，拉美拿好，都唔渣啊嘛，係咪？係。對住嗰啲費倫天拿啲綽綽有餘啦、啊，講真。呢句説話喺你口中啦、啊，淌緊血啊！真係，即係綽綽有餘。唔係啊，唔同班啊，我自己覺得。冇錯。係啦、啊，唔同班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曼聯要去掙扎打歐霸好，定係打足總杯好，定係打聯賽好嘅話咧，我係熱刺咧，我係普治天奴咧，我啊跌埋心水㗎啦。嗯，我就打聯賽嘅啫。係，俾我都係。歐霸冠軍咪就係攞聯歐聯席位啫嘛。我而家歐聯席位都坐定粒六啦。穩陣過你好多先。穩陣過你好多啦！啲咩曼聯咩利物浦啊，離曬大譜。甚至乎阿仙奴。認真認同係啦。起碼 hit 你三分，我成日都話 hit 咗就係 hit 咗，以今季嚟計，咁啊，所以我覺得咁啊，我唔信啊，普治天奴會落足全力打。如果首回合不敗，第二回合喺86勁咧，咁你話佢呼天波波咧，就仲有得講，就仲有得講。但係如果你話佢首回合嘅話咧，我自己就認為佢就未必會用盡全力去打啦。睇餸食飯咯，冇錯啦。咁而多蒙特今季嚟嘅聯賽最大嘅目標都只係追趕拜仁啫。哇！而家追下追下，其實即係贏差五分啫嘛，好似五分啫喎。係啊，啱啱和咗啫。啱啱和咗啦，如果贏咗，得翻兩分距離啫。冇錯啦。卡，轉頭講講卡利克可以，係啦，俾阿旭講下，係啦。我唔講啦，我啲片面支持，係啦。所以我係點都係睇好多蒙特多少少嘅，亦都呢排唔少嘅關於多蒙特嘅飛機文啦。係，因為香港其實都自從多蒙特崛起，都囤積咗一定數量啦，係啦，嘅 fans 啦，甚至乎你本身可能即係好似我咁啦，有一隊最愛嘅球隊，第二愛就會可能擺喺第二最愛，係使唔使俾你搶？唔使，打成好差。消息咧就話阿杜曹就會出翻呢個維丹費拿打翻呢個杯賽嘅正選門將咁樣嘅，咁我有啲擔心嘅，因為呢位門將咧，呢個甩碌王，上季開始就都幾蝦碌嘅，咁但係門將一個位置又唔會話影響太大啩，希望係咯。以多仔嚟講，佢又未去到話換個籠會賴嘢嘅，係冇事嘅，係啊，冇事嘅。好，交俾你講啊，卡瑞克好冇？卡瑞克打中堅呢樣嘢係由費尚年代已經做緊㗎啦。咁翻嚟打翻面先，我哋都講好多次㗎啦。而家當今世上唔頂級中堅買少見少，大家都知㗎啦。咁中後場買少見少啊？係啦。咁你最鮮明嘅例子就係馬查拉落去轉型打中堅，打到而家㗎啦，咪又係唔高，咪又係爛打型等等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詳㗎啦。咁卡瑞克呢種控制節拍型嘅中場拉落去做中堅，嗰、那個效用大家都知道，就係我嚟出波主要為主啦。咁佢嘅位置感好多時都會出現問題，呢啲大家都係接受到嘅錯嚟嘅，會覺得。即係你覺得 OK 嘅，如果擺喺度中間。會派個膠咁樣，你係預咗㗎。佢名都叫膠。唔係你 O 唔 OK 先？我 OK 㗎，其實以佢嘅表現，我覺得係有甩碌嘅時候，但係我預期之內咯。了解清楚明白啦。好，最後咧就剩翻三樣嘢啦。雖然都仲有三樣嘢，但係有兩樣都可以講一講嘅啫。第一樣嘢咧就係、是、今個禮拜終於有足總杯睇啦。係。係啦，就樂視咧就搞掂埋啦。哎，真係樂視有得免費睇，即係香港人都可以以正常嘅途徑睇到咯。冇錯啦，就係、是、除咗即係有中超睇，又有樂又有足總英格蘭足總杯睇嘅啦，就最撈尾七場賽事都有得睇曬嘅，就包括四場八強賽啦，兩場嘅準決賽啦，同埋一場嘅決賽嘅咁樣樣。啊，我想問咧，歐國杯有冇得睇啊？我唔肯定啊，好似我唔肯定啊，我唔記得咗，轉頭 update 下大家係啦、啊啊，或者有人幫我揾一揾啦，係啦，贏一百嘅，但係講真，呢啲真係以本商人，係即係縱然有陣時咧，你好幾咁唔中意紅色資本啊，又話點樣赤化，又點樣我哋 up 咗好耐啊，但係去到呢啲位度有陣時真係好難抗拒嘅變咗，不得不屈服啊！你只能夠波照睇，錢照俾，嘢就照反。係你就只能夠係咁嘅啫。但係有一啲你慢慢啲咁嘅潛移默化咧，又好難講有啲咩嘅，最後啲咩效果啊？講真係啊，咁啊，你諗下啊咩何輝啊、江中德啊嗰扎咧，都會喺樂視嗰邊降波嘅嚟緊。係啦，以我所知就係啦。咁啊，另外第二樣問題啦，第二樣問題咧就早輪同啲朋友討論過啦，就係話咧即係又係關阿仙奴事。
咁有啲阿仙奴嘅球迷咧就喺度话，哎呀，又讲翻买人啦 ，OK。其实佢哋其中一样嘢就系话，应该要买一啲系类似咩，类似以前韦拉呢一种嘅 ，OK、嗯。有大将之风、领袖风范，吓、啊，系啦，担得起嘅，而且有热血嘅球员咧就最好啦，咁样样。系。咁然后我提出一个疑问，我就话，请问当今球坛近十年嘅1980年或以后出世嘅球员，请问有边位系有领袖风范、有担得起大旗嘅咧？咁样样。系。咁所以趁一两分钟，我问一下台长或者系旭，认唔认识即近年球坛嘅老大，即大哥级嘅人物？是有这种的能力的呢？老实我真的不太找到、啊。八十后啊。是啊。单纯八十后就真的没有。是啊，你真的要我夹硬地去想，我真的只能够想起，我是我泰高斯华应该是八十后来的。是啊，即是我只能够想起泰高斯华类似这一类。但是他也不是压那种。即他都不是那种在场内面会振军心那种球员。是啊，不是那种的嘛。即係有人嗰日同我提出，即係點解我要講八零後呢？因為件嘢都仲有一個嗰、那個叫寶方，嗯，係係啦。但係你話新生代有冇你哋所眼中睇以前睇波嗰套要有嗰一個定軍心的人呢？真係好似數唔到喎，所以我而家諗一諗，拿姆係咪八十後啊？但係拿姆係就唔係就係唔係嗰種定到軍心嘅。唔係應該咁講，八十後其實都36歲啦。如果80年，其實大部分都唔係啊，係啦。咁即係大部分其實都仲係八十後嘅睇緊波嘅，係啦。即係你沙比亞朗素，沙比唔得，沙比偏靜嘅。是啊、即係大部分咧，你哋講嗰種咧，即係謙謙君啊，唔係佢落腳好狠嘅，落腳狠，落腳狠。即係我有咩形容？如果大家嘅 role model 啊，係韋拉啊，李雷啊，鐵血，鐵血係啦，鐵血喎、啊。或者你出到嚟係完全代表曬你球隊。我唔敢蝦你。係嗰種啊嘛。係係嘛？點搞啊？配老大嗰啲揾唔到啦。配老係啦，揾唔到。係啊，或者哇！真係真係冇喎，阿托。托地都唔止啦，托地就七十後啦。唔係咯，托地我同我同年嘅托地。嗱，等大家去講下嘅時候咧，我就再重八哥再講一段。C7做唔到 ，C7 唔得啦。唔係 C7 係個人 ，C7 係壓到對面，即係令對面會有戒心嘅。係，但係佢震佢唔能夠帶到皇馬鎮軍心啊！佢鎮唔到皇馬軍心。係啊！上次對馬體會佢都講啦，其他隊友如果打得出我的水準，就贏咗啦。我狀態呢啲唔係領袖級嘅，即係你冇話人哋。我話佢講得唔啱，佢講得啱㗎、啊。但係你就唔應該咁講咯。講到出嚟口臭。好多嘢咧，係因為講嗰個身份有問題嘅啫。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最後 update 一下大家嗰個 news 咧，就係港甲嘅一個港超聯嘅 news 啊，就係講阿巴倫古素咧，就今日就正式就離開咗傑子咧，就加盟咗印尼嘅，即係由迪恩執教嗰隊球會啦，咁啊去咗印尼落班啊，咁樣樣，咁啊喺我眼中，我覺得咋感覺，無論喺球會嗰啲咁聲明啊，以我認知啊嗰啲咁嘅位置上面咧，其實佢都係唔想走，都係被賣過去啊嘛。你亞洲足協杯你剔走咗佢外援名單喎、哦。哦。而巴倫古素係繼盧比杜之後，我認為即係我覺得近年咧港超比較靚仔啲嘅，即係勁啲啊！我意思係啊，即係高水準少少嘅外援兵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嚟自傑志嘅。都係傑志買得多。係啊，而巴倫古素係繼盧比杜之後咧，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喺港超入邊係屬於一個。尖刀嚟啊，尖刀式嘅人物嚟噶啦，講緊仲係亞協杯上屆神射手喎、啊。所以我唔知熱刺又嚟，我唔知傑志內部出現咗咩問題啦。不過傑志嗰位教練亦都已經走咗啦，係啊，咁樣樣啦，唉，好啦，咁啊最後啦，咁啊球迷們講啦。謝拉特啦嚇，朗尼、猶太嘅拉莫斯，過幾年嘅普巴、迪羅斯，而家連一個正選嘅職位咧都冇，都唔能夠確定嘅，係啊，隨時托迪走咗，迪羅斯都走埋咧，迪羅斯就係一個從來都冇做過隊長嘅羅馬第二代王子嚟嘅，係啊，都幾悲情喎呢件事，係啊，真係好鬼戇居啊，巴倫古素呢單嘢，好唔緊要，下個禮拜再嚟我哋嘅 E-Bot 嘅時候，三分鐘翻嚟咧就係 GM Show 啦，咁啊留俾你。好，拜拜，再见。